在中央在政前，为了表达对中介关爱和敬爱，华山基金会在台湾昆虫馆来举办着户外教学活动，真侪为中介热情来参与。大家在专业老师的教导和解说之下，真鼓励来接触和观察，实在着爬虫类等等的动物，除了得到丰富知识，也交到新朋友。江苏是一边解水一边学高龄的中介，实在着涉水真多，用这来感受着附近气味的充满。先观察，才予大家近距离亲密来接触，将中介是人家笑眯眯。望着卡哇伊的小兔啊，伸手甲家己的孙咧相触，温暖伫心内。为了要予樱花族群会当亲自观察着动物的知识，百花的灵水老爷爷是对着老师念着口令，对变温动物的示意就按喂食少，予大家是惊喜连连，笑声不断。猫啊，有狗，当然猪、鸡很多啊，我农家子弟嘛，动物里面不很乖呀、啊。详细的介绍每一种动物，它的性能，它的行为，它的这个适应环境的，它的生活方式。都夜夜介绍的，包括豹猫、大蜥蜴、变色龙等系列动物和白塘类生物都能看到。这是今年华山基金会送给独居中介的中央礼物，叫老人做伙来走出来体验外高楼、二高楼的精神展现活力。崇洋人家都说要登山，那我们想说，人类长者对于登山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。那在登山的部分，可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昆虫或小动物。那我们想说，就把这样子的情境拉到室内。一个早些活动就结束，中介带着满满笑容离开，也期待后届搁再见面。主办单位华山基金会也希望借着这届聚会来扩展樱花族群的生活圈，画出信心和活力。记者顾灿荣台北报道。